土耳其喜获强援，立即向北欧国家开火，吹响反霸权第一枪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忠诚，欢迎来到忠诚 Talk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土耳其喜获最强助力，竟立刻与北约决裂。埃尔多安到底在盘算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讲讲土耳其要吹响反霸权第一枪。土耳其虽然身处北约却一直被北约边缘化，让土耳其在北约内部毫无分量。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雄心壮志，想让土耳其成为欧洲强国。埃尔多安深知想要靠北约来完成这个目标基本上是毫无可能，所以只能另谋出路了。近日埃尔多安参加了伊朗与俄罗斯在德黑兰举办的峰会，俄土伊三国达成了多项合作，甚至组建了准军事同盟关系。土耳其大量媒体都称赞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合作，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国家能够掣肘土耳其。埃尔多安喜获这两个强援后胆子变得无比巨大。近日埃尔多安突然向北欧国家开火，在公开场合表示几乎所有北欧国家都是恐怖的巢穴。这番话激起了千层浪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现在所有的北欧国家不是在北约成员国内，就是即将加入北约。埃尔多安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其实就是在说北约，只不过土耳其也身处北约，不方便直接说罢了，不然岂不是要把自己也囊括在内了？近些年来北约四处发动战争，给叙利亚、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伤害，给全世界人民带去的只有痛苦和混乱。美国军队更是做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。所以埃尔多安并没有说错，北约就是在给全世界制造恐怖。埃尔多安也一直有摆脱北约的想法，甚至还曾喊话让北约解散，只不过人微言轻，并没有什么效果罢了。如今埃尔多安的这番话似乎准备和北约彻底划清界限，不禁有人就要问了，土耳其接下来到底有何打算呢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今正值百年未见之变局，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展顺利，乌克兰距离失败也只剩下倒计时，所以土耳其在这个时候与俄罗斯结盟，就是想站在胜利者一方，到时候必然可以获取大量的利益以及话语权。当然，想要俄罗斯相信土耳其的诚意，埃尔多安必须递上投名状。而北约近些年来的霸权行为已经是人尽皆知，所以土耳其吹响反霸权的第一枪，第一，可以获得俄罗斯的信任，甚至可以向俄罗斯求购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增强自己的实力。第二，虽然反霸权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办到的事情，但是一旦真的交锋起来，土耳其可不仅仅只有俄罗斯与伊朗这两个盟友，东方大国、拉美国家以及苦美久矣的国家都是埃尔多安可以拉拢的对象。如果这些国家一起出手，北约的霸权主义必定会被打入历史尘埃，那么土耳其就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国际声望，甚至可以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。在美国看来土耳其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背叛北约。美国一直借着北约获取巨大利益，当然不会允许北约就这样灰溜溜退场。分析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对土耳其发起最凶狠的冲击，土耳其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，还是会一碰就碎，我们也只有拭目以待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